Characters are knocked out. Reach for the top. Ready? Go! Of victory smiles upon the winner. Winner!
Ready? Go!这么搞笑的吗？娱乐局，冲了一下电，哇！有企业家做了。我倒地一直不起，哇，刚刚在充电回来的时候忘记充麦了。被骗，很忙，一丢丢，
点跳是怎样？刚刚是两系的吗？嗯，头上是弱点。灵气逼人。有那么多机会，没那么多机会秀。没有，我奖金锤就没了。这就是莉安娜吗？是啊。他练很久，熟练度真的很高，只是感觉那个有位置限制，他有些位置他就不会切那个，感觉有些位置限制。对啊，他不是无死角，所以你在中场或他在角落，他也没办法接。他刚刚就是想跳出去，要天时地利人和。哇，这个闪过漂亮，哇！哎。哇，这个头顶上捞不到！哇，开运，开运，开运符！是角落那个丢炸弹真的蛮难的，我好几次基本上都丢不太到，距离跟那个完了。6月2号四强冠军可以有 EBO 的基柱，但我不能，我只能拿奖品跟奖金，主要是去顺便处理点事情。轻松打，轻松打。全是绿巨，也是有人讲过，但是还是没办法不过墙，因为毕竟还是要打两套才会死。哦，而且摸到人的机会还是算少啦，因为拳脚优势还是没有那么多。
哇，忍住。找不到。哇，手炸还是快。但是那个低空的那个也是应该有一个简易的东西吧，我觉得可能有点像 K 的。真的很贪心耶，217不太好出来啊，217的十万次真的往后直接绕是不太好出来。应该会想到跳过去另外一边。哇，这样有吗？哎，这没有吗？勇敢中断，哇！里面凹，什么鬼？感谢。